尿尿。好。哎、欸，现在可以换用换的换出天女，紫火龙的天女，还蓝的龙天女。连图变诱发器就可以换。那等一下就是你们先进去吧，然后等一下下一个任务就是，因为我跟杰超不能一起排，一起排一定会跟被当那个透明人，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人先进去，其他人跟着进去。纯洁。那个你先进去，那个猎魂你先进去，进去之后再跟我们说。进去了。应该不用看动画吧？回来了。那他但是还有打什么还是什么其他的？我要做一把流斩的冲。哎呦，猎魂进去了吗？啊，进去了。好，哇，出花，我好想要演贼龙啊！高追，那个超可爱的。对啊，你说这个叫什么名字？演贼龙的心情。好，我去查我。啊，应该就你刚回去那个星辰，应该也有。先去挖，应该也挖了出来了吧？先爬我看看。啊！我也不能加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介绍不知蛛岩贼龙心情服装获得的方式。那直接看别的影片播出来行吗？我从来没有听到他叫过，我就是抱抱抱抱到一个时期之后，就直接放下来。原来有他会叫，会啊，会拱，然后会抖动。有时候我好像被背景改变。哦哦哦哦，修，哦哦哦后加，哦哦哦。他那个吃饭的画面，终于不是那个脸直接
硬在那个地方。对啊，感觉吓死人，太可怕了。九六，北七、哦。我觉得他们吃这样高热量其实很蛮合理的，就是。我的乐影，几个石头，免费的乐，快吃就是赞。在哪里呀、啊？我还是看不到你们。主机，该往这吧。到底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被开好？我快找到咯，我找到咯。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，包包走开，下来，趁这个，我先撞墙啦。可以啊，可撞。哎、欸，再过去一点。喂，真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那个该不会是要雪崩了吧？有吗？有啊，他现在动那个。又。这个点会雪崩。哎、欸，好帅哦！我没看过哎、欸。我知道有雪崩，但是我还没捡到它的掉落物，气死！哇，2000哎、欸！哇，好赚哦！这个很啊，大家的耐力都哎、欸，输出。不过我没有带大小，很爽。太弱掉，哎，谁在这边啊？哦，皮城，对，你这边有弄死，还开始弱化时间。到了，我在落花中。小弱死，一个弱死，哦，自由。这边还有一个弱死。这边还有，头上。我这边，注意啊！赚了、哦，这只好像挺大只的，撞！看这边，再看这边，嗯，好，去吧。
情报。两个走一样的位置，开红。不！我爬起来了，我下去了。哎呀！哦，壁毒龙。断尾了，所以哦，一发超解送他上天。哎，快死了！金花尾。下来，换我回去挖。结束这回合，我去找红哥啦。哎，红哥走了。輸送隊が到着していないんです。何かあったのでしょうか？雷电弹，
急激な活発化。再び。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。哇，我去看一下。行きましょう。那根据我上网查询的资讯呢，有很多不同的玩家都在不同的挖掘点而获得这件服装。根据我的猜测，它应该是挖掘几次之后自然就会获得的一个隐藏关卡。所以大家可以每次解完任务就抱着你的不知足在地图，你知道了挖掘点，让它多多挖。哦，他们意思是随便挖，抚摸。来，我们去找岩贼龙衣服好不好？还是这边吗？这边是不是？好好好好，你说这边。那我要摸摸看有没有声音。我的助手不见了。发现不死虫，哈哈哈，有衣服吗？好会找虫哦，所以他只想吃不死虫。嗯，挖掘应该几次之后自然就会获得挖掘诀窍，大家可以像我一样换上这一件有铃铛的服装。那他侦测到这边是挖掘点的话，他会摇动，所以会有声音，那时候才会震动。大家可以依据这个为根据去找挖掘点。跟雪地化，我个人是挖了两次，自然就获得岩贼二轮星星，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方法。可能在你知道挖掘点要多多看一下。网络上的资讯好像还有其他的隐藏服装，那我会持续继续寻找隐藏服装获得的方式。如果有发现的话，会再上传影片分享给大家。那也欢迎大家在影片下。我当初看这个我也真的是懵了。我等到你了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不知猪的玩偶条纹。还有哪里可以投？快说！验血统时间啊！我还不玩炉子啊！哦，皮卡丘可以吃。这边有好东西啊！这里可以找找看。他们那个打完应该是要击退敌军，就走了。哦，对。我看一下武器，等他们再一起打留战就好了。嗯。好，我有需要留战那边去。原来是流掌和熊爪，对吧？
纯白骑士感。神阵，我麻痹不行。不然他们两个开一个，然后我们分别去帮一个。有人拿到炎邪龙了！干，你在哪拿到的？月城还是星城？说星城，然后抱他到那个三楼用餐区。你确定他不会跑？三楼用餐区他会跑吧？三楼用餐区他不会，他不会生气吗？不会啊，我就抱他上去了，然后直接拿到了。指我的命。他没有生气耶，他是要抚摸一下，反正我是抚摸了一下，然后再抱他上去。指我的命。麻烦的东西。好，你现在在？啊，我想，你们看完剧情了吗？哎，你们都已经要14了，那应该……我是在一楼的那个。杂货店那边挖到的啦，我也是啊。啊，反正就是要在星城。好。哦，我的左手好酸哦！天啊。走了吧。哦，你家抽奖啊。不然忘记了。那是你们祖先是金牙啊，击退金斗龙。击退冰兽龙不是雷二上一根吗？哦，是吗？所以下一个是流斩的是吧？对啊，流斩和松爪。那我们来打流斩松爪。那就先打流斩吧，我想。冰兽已经击退过了。嗯，那我先去看剧情啊。哎，这个要看剧情。我玩到燃料不足，真的假的？剩40了，30。啊，我被松松加无燃料啊！啊，所以现在是打什么流斩跟凶爪的吗？对啊，流斩要看剧情吧，我看一下，我直接看。那、啊、那我也进去看。哎、欸，要去看剧情。好。好。先吃个饭。流斩应该是在餐桌的附近。これより歌によって活性化したモンスターの記録を開始します。流爪是谁的牙种？
斩龙，斩龙的亚种。哦。哎呀，有没有问他？问他让我警戒。有。所以在哪里啊？哎，为什么不能叫坐骑？你在战斗中。没有啊，没有在战斗中。还是要离开这里。所以刘爪龙在哪里啊？不知道。奇怪，我还是不能叫坐骑。卖卵了，你去骑面组。还是要去另外下面一地才能叫。收到了，在哪里？十一号营地往斜坡上走就好了。哦。啊，有了，可怜的大熊哥，哇，那把刀也太利了吧！哇，大菜刀！哇，大。你还不跑，你还往前冲，要被剁头了。嗨，被你看到了。你好。哟哇，这画面很帅。很帅。那冲过去然后切一刀。这次先饶过你，我等下再回来。哇，又长出来了！铁龙须，我先挖个尸体嘛。拜拜。亜種の急激な活発化、再び環境の変化を感じ取っているのでしょうか。行きましょう。皮卡丘配色，哦，看到了。好了，等你们。呀，我还是要进谁的？好像都可以耶。哎、欸，那进谁的？我跟教主都出来。我出来了，我在抱猪猪。还是这一次不算。哎呀，这次这么好啊！来喽！哦，不算。喂。那就进猎魂的吧，他还在看。猎魂的 ID 是哪一个？土拨鼠。开心哦！我先吃个饭再过去。
是个猫饭。我觉得那些解体术的几率大概就1%2%那样，或者更低。嗯？解体术啊？白痴哦！铁刀神威，还在看剧情。猎魂看完再说呗。处理程序。更换刀子。有斩龙，你是哪个猎人？要看完了，好啊，了解。看完了，我看到了，可以加了。Go go！ 哇，你那组读取都好快，糟糕了。好啊，玩到5点就关台了。有点想睡了。哦好。丢掌。来几个弹药。撞了吗？嗯，有撞过了吗？对啊，他麻了啊，他怎么麻了？看来三没撞过。好，撞喽！哎呀，原来是打的，我是来软化的。哇，好硬啊！嗯，乱好了。哇，好痛！啊，累了，还可以再撞一次，再撞，马上就红了。